六十姑娘，少喝一点。少说疫情。哦，哥哥，大当家哥哥，你喜欢我怎么称呼你呀？我觉得怎么称呼都好顺口，好猪猪。你怎么称呼都行。随便，怎么能随便？你救了我们整个柳家军，我这辈子当牛做马，你也是要报答你的。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这是大家的功劳，是吧，军师？这是六，军师啊哈，举手之劳，何足挂齿啊！要不是当初我冒着生命危险与杜茂那次展开生死搏斗，亲亲七纵运筹帷幄，或许就输了这一仗啊！来来来，记得落叶城那场战斗，杜茂使了一手好狼牙棒，我玉面书生薛神机也不虚他。这斗到紧要关头。 刘楚姑娘，刘楚姑娘，哦哥哥，你这是干嘛？不好意思啊，哦哥哥，自从那日青楼相救，刘楚的心就都在哥哥身上了，往后。 就让我陪在哥哥身边吧。不好意思，刘楚姑娘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我心里已经住着那么一个人了。 感情这种事情不能勉强的，是不是啊？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？哎，居然连懒觉都睡不了，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这。